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你知道吗？哇！没有想到我换来了只有大年初一会看的节目。哎，我不关他的事哈。我会想，那又怎样？那又怎样？可以自己来，独居老人照看护啦。幸好那大青蛙肚子那么大，呱呱呱！ 谁要讲给你呀？每周一晚上10:15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阿姐万岁！